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，很感动。这部电影温馨感人，很感人。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让我受益良多，很温暖我的心情。被家暴的大人或是小孩们的心声，也让他们能够敞开心房的接受。在每个面临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想一个办法，但不是以冲动来解决问题，因为冲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等你想到了之后，你就会需要勇气去完成它，然后你如果有了勇气，你就不会害怕。我在这部电影里面学到很多关怀那些被欺负的人，那个老师都会很关怀他的就是有问题的学生，也可以从里面学习到说要去关怀别人，要去体谅别人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想不论是什么样子的孩子，都有他纯真跟可爱的那一面，也有他的优点跟缺点。我们要让他的优点呢好好的发扬光大，也要让他的缺点呢能够在我们努力之下改进，让他成为未来对社会是一个很有很大的助力。觉得甘野老师很热心助人，因为他会去看每个学生的困难在哪里，然后去帮忙他。这个戏中的老师也非常的有爱心，能够多多包容那些曾经被欺负的学生们。甘野老师他的做事的方法，因为他很有勇气去做，不会怕家长说你多管闲事之类的。如果以后长大也我有当老师，我应该也会学钢铁老师。把这个分享给大家，然后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就是欣赏这一部影片《你是好孩子》。推荐这部电影给家长，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欣赏。身为教师，我们呢，其实也要有时候也要回过头去想想看，我们要以怎么样的高度来跟孩子们沟通？那特别是用正向的言语给孩子一个鼓励。那我觉得这一部影片真的是非常适合身为教职的我们一起来欣赏的。再次的推荐，《你是好孩子》，谢谢。クラスの男子がチップ漏らしちゃってさ、先生のせいで台無しですよ。親から電話かかってきて、俺が説教されてん。ゆたくんご飯食べてますか？なんでそれがな！ムカつきます。あんまり気張んない方がいいよ。このおばあちゃん、ちょっとボケてるでしょ。プチトマト入れたよね。少し話聞かせてもらえますか？どうかしたの？水木さん！大宮さんってベビーカーを乳母車って呼ぶ人？水木さんってさ、彩音ちゃんの頭撫でないの？ママ、大丈夫？私があの子に優しくすれば、あの子も他人に優しくしてくれんの。子供を可愛がれば、世界が平和になるわけ。そんなんさ、親が怒鳴り込んできますよ。分かってますけど、見てみなきゃ分かんないじゃない。親からひどいことされたよね。分かる。私もそうだったから。難しい宿題を出したいと家族に抱きしめられてくることです。